你啦，哪里啦，哪里啦？啊，老师好，你好，哎，是这样啊。不一样。所以，你叫我，你干嘛？你叫我家这转转转就到了。这边去5分钟不需要。ABC 那边呢？你们那去他不是 ABC block 吗？我用 ABC 我用 B 走。把 B 边啊等进来入口。你刚过你，不是那你，那你来后面。那我给我刚结束，你说去家里哪个在啊？啊，这都没有，这都就不用了。再把给我，你不会不还你吗？那时候会不还你吗？老爸，我叫老爸。现在是什么课？是第二啊。历史。历史是历史吧？哎，开什么玩？报浪浪，报浪浪后面练习还没有做完吗？对不对？我们要做一做这个报浪的练习。需要准备一下你们的 not 的后面的老电话，然后我们就要去看另外2个新的大马顿，也就是大马顿 India 跟大马顿吉娜。给、okay, 好，我看下，24、68、10、12，还有一个还没来啊。Paris 都没有到了，马来西亚两个，还有什么？啊，这个都可以。嗯，我还要说就是啊，一条说。啊？没事，我问一个呢，一个啊？啊。怎么你没有来补？没有，这边来补些东西啊你？嗯，神经。省钱。我这样我每次看不到你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到哎。好，他去学校，他去学校，他自己做 Grab 吗？学校上网都不用给钱，他也是要给。你可能我建议你是来比较好啦，你可。还有那个谁啊？那个吉尼。吉尼啊，你妈咪 send，吉尼，你妈咪 send 那个 result 给我。哎呦，不行啊，吉尼，我觉得你，嘘，我讲话是不要讲话行吗？吉尼啊，我觉得你要来补习中心啊，吉尼，你上网课哦，我难看到你嘞，吉尼。嗯，这个我要找妈咪沟通一下，因为早上可能起不来。你跟你妈咪讲，我会跟你妈咪，建议你妈咪也是啦哈，我觉得你来会比较好。帮你网课，我看不到你的进度啊，很难 manage 你。给、okay, Ethan 也是啦，如果可以的话，也是来啦啊，好不好？Alright，so 我要讲的是这个第六课啊，大家第六课，Sephiroth 我不担心他，Sephiroth 是他有什么？还有 discipline 的，所、so, 以没有问题。你没有专心，但上不到。你在班上，你觉得你有上到吗？我也是没发现你没什么跟到，不专心，放下，要专心一点啊。OK，我们的我先 skip note 啊。OK，接下来我们先看我们的 structures 啊。structures 我们诶，这个我做吧啊。Rome 的这一面6.3的做啊，这个6.3的这个练习我们做吧，做完啊。OK，做好，OK，good。然后只剩下这个报啊。Last 一面的哈，ABC 还没有做完。OK，我们看一下这个6.5的第五题，这个说请写上他的名字，这个什么呀？啊，Colosseum 写上去，快，我们一起做。写吗？Colosseum 会 spell 没有？
啊 ，Column，Seum。好，希望他。嗯，一样的对不对？再来。OK， 这个呢？这个呢？这个。这运输水的叫什么？葡萄。Aqua。Aquadong， OK， Aquadong， 姐，姐还有很多层的，然后运帮忙运输运水的，啊，然后来我们 Colosseum 有谁能负责去建呢？还有两个，当他爸爸建的时候，他帮他儿子继续建的，什么 Raja 什么？大家吧，欢迎告诉我 ，Vespian。然后他的儿子是 Titus， 啊 ，Titus 啊 ，Titus 都可以啦，哈，你讲读都一样啊，等一下按对就可以了。你 Titus， 然后这个阿宽到又是人见到阿宽的，那个人那个叫什么字 ？Marcus Marcus Agrippa。Yes， Marcus Agrippa 啦 ，Marcus Agrippa。你写 Marcus Agrippa 也是对的 ，Marcus Agrippa。他更秀一点。有点难的，你先 Marcus Agrippa 啦。OK， 来，奉西宾的案，这个 Colosseum 它的功能是什么？等办法。如果是 Gladiator 是第二个的，这个。Yes， persembahan 啦，你写等办mengadakan这个表演，表演叫什么 ？Persem。哎呦妈，那啥，我写在这里啦，我写上面一点，啊，mengadakan persembahan， 除了 persembahan， 还有个开文君讲到的 ，gladiator， pertandingan bersaiz besar 或者是 gladiator 都可以哈，讲什么 gladiator， gladiator。或者是啊，哦，两个都都可以。然后那个阿夸达，它功能是什么？运输水的嘛，对不对？然后它提供水去到鲁马克里曼迪斯蒂达，干嘛？板达，城市那板达跟什么东西 ？Empire Rome 是不对 ，Empire Rome。都对，然后menyalurkan air ke tempat mandi awam， mandi awam 公共澡堂来冲凉的地方，然后还有呢，他像去到那些大 gladiator 啦、amphitheater 啦这些地方，叫做 yes binaan utama 主要的那种建筑物啦。这些都是这个 aqueduct 它的功能，所以这两个最主要我们讲蛮长处的这两个比纳安，他们的风系要记得了哈，跟他的名字，然后谁人负责是参与在建造这两个建筑的人物，你们也要懂啊。OK， 然后呢，这是 K8 题目 B 的，K8 题目考试也是很多，我发现到我们 K8 题每天空这把也不要做 ，K8 是最容易拿分的，自己想 idea。OK， rumuskan， 哎 ，rumuskan 意思好像你总结说啦，关于这个 pencapaian seni bina yang melambangkan intellectual masyarakat tamadun Rome， 他讲这一些，他讲我们看到的 Colosseum 啦 ，amphitheaters 啦 ，tempat mandi awam 啦，它象征了当时 tamadun Rome 的 intellectual， 什么是 intellectual 先？他们智慧 ，intellectual 我们叫智慧。可以说你要讲总结呢，总结讲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什么什么，我们讲这个智慧，然后可以制造出这一些神力笔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啦，可能他因为有technology， 我也可以讲 technology， 讲 technology， modern。你讲 technology 或者是有你讲 car 也是可以吗？是不是？刚才那个谁讲啊？诺言讲什么？诺言听不到。马就
technology 马就 你讲 modern 我还讲 还不能 马就 我可以接受一点 technology 马就 dan mempunyai 什么 kepakaran 专业 kepakaran dan mempunyai kepakaran dalam seni bina lah, 有专家 我写错了 课不是卡 kepakaran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 当你要建造物这些生意比特的话 你一定要什么东西 这两个跑不掉了 在Sejarah 一定会用到的 你要建造新的东西 创造新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 daya 不 mempunyai daya sorry 我是写错 mempunyai daya kreatif dan inovatif 创新跟创造力 然后这一些 我们讲 Rome 的这些 rakyat 呢 他们都 menguasai 可以讲到 rakyat Rome menguasai 这个 ilmu pengetahuan 我们做一个总结啦讲为什么他们有这些像 Colosseum 这样好的这些 建筑 因为他们人民有这个知识 他们这个人民有这个创新创业的这个能力 他们有这个科技 然后他们有专家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写什么? OK 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总结? 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说什么? 这一些神秘名呢 它凸显出了 menonjolkan 叫凸显 凸显他们的 kehebatan,才华也比较可黑马蛋啊，他们的才华啦 masyarakat Rome 文东就干是凸显啊接下来搞一点凸显出他们的才华他们的能干 masyarakat Rome 看到吧放大一点先这是够大没有 戴眼镜啦，眼镜要开。people，people。嗯。升级啊！问题啊你。 来，拜拜了。 OK， 来我们去看 objective。OK， objective 还是在哪里啊 ？I'm lost count 我的 objective 啊。我们先看第一面，第一面我们做哪里？第六座嘛 ？Number six 呢？Number six 座啊？第一面一起那么做？那你可能。 一到五哈，第六呢？来，我们一起做。他讲这一个，在我们讲 system pendapatan， 他要问的是 system pendapatan Yunani 啊。他讲最高的 badan pendapatan 是谁？然后他有分三个的，你记得没有？Jury 咩 ？Jury 是负责审案的哦。 Perhimpunan, yes, 答案是 A, 6A. Perhimpunan 上面下面就有 Magistrate, Majlis 跟 Jury. 明白吗？不要弄人家黑吗？不要去弄人家，你不要上课，你在我班上，你还要去嘎叫别人，你相信我嘎你走吗？
不要做，你要就静静听，不要就做鬼做怪，也不要去打搅别人，也不要去弄君王。来，继续提。Apakah badan yang bertanggung jawab melakukan perkara berikut di Aden? 啊，他们可以宣布这个宣战的那个宣誓书 ，mengisytiharkan deklarasi peperangan。谁有这个能权力呢？战斗里面 ，peperangan 是战争啊 ，perhimpunan 也是 perhimpunan， 所以那种哦，他的工作是比较什么责任，他责任是比较重的，人家差权力比较大的，对，就是他了。来，聊完 perhimpunan， alright， 然后第八也是问很喜欢聊完 perhimpunan， 但是我讲你们一定要懂聊完 perhimpunan 哦。他讲 badan mereka diwujudkan di tamadun Yunani， 也就是个台湾台湾本地本地啦。Apakah kesan terhadap tindakan tersebut？ 它带来什么后果？这个是可以把题目来对比。它会melemahkan，你看啊，melemahkan ekonomi吗？它会让我们经济衰弱吗？不可能，这是很negative的答案，不可能会出现的。Menghalang deklarasi peperangan， 他都跟你讲他是负责 deklarasi peperangan 的吗？可以阻止 deklarasi 吗？也错。Menamakan pemerintah monarki， 这一边看到 Dewan Perhimpunan， 他已经是 pemerintah demokrasi 了的，他没有讲他结束了是一个君主政治吗？可以也是错了。然后说这些男士他可以让有打完论有难力的人更加有什么样的 patriotism， 因为怎么讲呢，他们所有的人民呢，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在任何的这个什么国家的政策，他们可以决定跟讨论，所以这样子的话让人民更加有这种爱国精神，参与在国家的发展跟行政上。所以八是 A。 第九呢，Pritani antara dilantik mengaku anda dilantik， sorry， 他讲你被选为这个 Pritani 啊，semasa kegemilangan tamadun Yunani， apakah peranan anda dalam keanggotaan tersebut？ 什么是 Pritani？ 看我上面啊，来，翻译器 ，nota， 我的 nota 呢？我先拿 nota 出来，但是 Pritani 有没有印象这个字？你有？可能也没有上到，其他人呢有没有印象？有什么 ？Britani， 看到吗？他是 Majlis， 他们是负责管什么东西？他们的工作。他们是管什么的？给你看封信，封信 Majlis， 他执行 Dewan Perhimpunan 所做出的决定，然后管理每一个政府部门，所以他们工作就是什么？有关于到 Jabatan 的，还是 A， 任何短语 Jabatan， 我们题目这边有吗的？Mengendali jabatan-jabatan kerajaan. Dia kawali ini bumen, jenguk bumen. Ini Britani ini, dia itu 10 jabatan kuasa lah. So, dia akan kawal 500 orang. Okay， 所以每一组有还会管十个人，那每一个比达尼他的加巴丹里面有十个人这样。Magistri， 来第十 ，badan mereka telah mula diperkenalkan oleh tamadun Yunani。Magistri， anggota yang terlibat dalam badan tersebut adalah siapa？ Tentera， 对。Anggota dia terlibat dalam anggota。Tentera， yes， 有没有？这边有写到是不是？丹尼，来，tentera， 因为其中这个十个tentera是做什么功能？军人都是保护国家的安全的吗？
Okay? 然后第十一题啊，刚刚我才讲的 berapa bilangan ahli yang dipilih mengerti sebuah Britani 一个 Britani 里面有多少个人50个人有 总共有多少个 Britani 总共有10个 Britani 总共有500个人所以、总数是500所以它分成10组每一组50个人OK, Sparta, Sparta 是什么的啊？很喜欢国家，很喜欢。Sparta, Sparta 的国家很喜欢讲的，打仗的吗 ？Sparta 的国家，哎呦，这个 Sparta, Sparta, 哎呦，我给你们看到答案了。所以这个他们的本土本领答案是怎样的 ？Monarchy terhad. Monarchy terhad. 不是 Monarchy 啊，如果你写答案。Structures 你写 monarchy 是错的啊，一定要写 monarchy 的哈。怎么讲是 monarchy 的哈？来，如果还有记得的话，因为他们有多少个人，多少个王，他有两个王，所以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权力会比较 balance 咯，所以他们叫 monarchy 的哈。All right， 然后 F4， 啊，刚刚我讲到你不跟他讲，我立马想个 smart 啊。F4 是什么的？在 system 本名答案里面很重要的。看那、啊、这边有 ，there， yes， F4 的功能就是确保这些王他们不会。什么是 mutlak 先？啊，就是他们不会独权，也是他们不会有一个最终的权利。Mutra 就是讲我是 Raja Mutra 啊，我讲哎，伟伦我要杀掉伟伦，好，直接砍头，没有人敢讲 no。OK， 这个是本巴塞姆拉。OK， 可是在我在那个 Sparta 那边哦，他没有这个权利，这些王因为他是 Monarchy 哈，然后谁能去确保他没有这个权利呢 ？Air Force。所以答案就是这个。所以你们背起来 ，Air Force 的呢，它一定有关一个 keyword， 就是 Berbahasa Mutlak， 这样子来记。All right， 找 keyword， 不要背背啊，背啊呀，熟煞啊。OK， 来 ，berapa lama tempoh perkhidmatan anggota majlis dalam pentadbiran Sparta？ 在 Sparta 的 anggota majlis 里面。Seumur hidup. Yes. No. So, 再来 ，Majlis 它有28个人，然后它一定是要老人家的，60岁以上你才可以做，那老 coco 了才可以做。我也不明白。哦，这些 Majlis 是那些老很有经验的人呐、啊，28个很有经验的人，哎，然后他做到他死为止，就是Seumur hidup。什么的？我站起来哦，他不一定是老到不会走路啦。我讲他还可以，当然是有能力，还可以继续做的嘛。给第十五题 ，Anda mereka apakah yang dipelajari oleh kanak-kanak di sekolah Sparta？ Sparta 他们从小是不是他们送去军营里面啊？啊，他们学什么东西？他有学习煮饭吗？我讲到啊，学习煮。他有学习讲故事吗 ？Virtualita 也不可能吗？所以答案是一个啦，跳舞跟打拳 ，boy， 跳舞啊，女生，那些女生也会打架，也会跳舞的 ，yes。OK， 然后16、17、18我们也做了，19也做了，20也做。来看21 antara mereka yang manakah binaan yang menepati pernyataan tersebut ya kan ah ta yo berkubai yang terbesar ni 那里是 Colosseum 它的屋顶是圆圆的全世界最大的那个然后它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在圆上面有一个什么灯呢？
有一个洞 ，yes， 所以那个东西叫什么东西？那个也叫做我的 antenna， 里面有什么东西？有很多很多历史的东西，什么？很多神像啊，拜神的地方啊 ，antenna， 那个什么 ？oculus， 那个洞叫 oculus 啊，对，要记起来，洞口叫 oculus。一个人在看我啊，他是差害点，就是个陷阱。所以你啊，那刚刚的这边 Oculus 就在那个 Pantheon 里面呢，它的功能是什么？来，直接告诉我。你看到 Oculus 一定是跟太阳有关系的吗？所以它答案是 C， 小海洋。NVIDIA 的。总共有多少座 NVIDIA 的？答案是230，230座。啊 ，Aquada， 他讲 lokasi de awal sekali dipilih untuk membina Aquada di Rome 就是 pond， 那是。最早期的啊，夸张。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名字，那个王叫 Pia 的，对不对？所以是阿夸张阿 Pia， 对不对？有错对啊，是不对？那阿夸张本单词是阿夸阿 Pia。OK， 也就是那个Agrippa 当时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建筑师啊，光明水在英文里面，所以它是 D 啊，这最早期的，所以这些特征这名字你要记咯啊，最第一个的 Aquada 是什么？阿比亚，来。Spider， 哦 ，tembok pertahanan， 几时建的 ？tembok pertahanan， 它的城墙啊，围墙啊。啊？什么 ？boy 啊，100对吗？就你懂咯？喂，你真的懂？你跟我讲，你是猜的 ？bermula pada tahun 100 masehi 100。All right， 答案是 boy， 阿皮亚阿哥阿皮亚，然后这是一百马西西的时候，公元100年前，来26，那个是什么？他讲maklumat mereka berkaitan dengan perkembangan seni bina tamadun Rome， Hadrian membina tempel Hadrian di Britain。Berapa kah tinggi? 5还是3？五尺啊，5。其实这边也可能你看啊，很常会问的题目就是数字几多年建的，然后这一个 temple hadron 几高？哎，或者是这个 temple 在 Rome 的有什么名字叫 hadrian 呢 ？temple hadron 跟它的 temple 的功能是什么？很容易的城墙为了要保护安全嘛，所以你找那个当然有安全的叫什么 ？selamat 对不对？安全，所以当然是不会有咯，很容易猜的这种题目，答案。OK， 28 ，kara kara，kara kara 怎么的？很喜欢什么的？哪里 ？kara kara。那你是？半满地阿旺，还想冲凉的，嘎啦嘎啦，所以他建那个澡堂啊。所以达马顿 Rome 的人呢，他们认为冲凉是一个什么象征？有文明的象征吗？哎，文明象征，所以他们冲凉咯，跟保护那个什么个下班啊。All right， 29。
哎，我刚刚问了一个答案了，都。Apakah kepercayaan masyarakat Rom terhadap pembinaan tempat mandi awal? Kenapa mereka cung liang? Mereka cakap apa sebenarnya? Cung liang. Cari satu kata, Wenting, apa itu? Agama itu agama. Kekayaan itu财富, cung liang. Wah, ada uang boleh cung liang, ada uang boleh cung liang. Tidak mungkin, kan? Gagah itu berani, gagah itu berani, cung liang. 错，所以你要记 ，tempat mandi awam 一定有这个字的 ，tamadun 个，啊 ，tamadun 就是文明象征，文明 ，lambang 是象征，这要记啊，是很常问的，也是。有。冲凉是什么象征？啊 ，lambang tamadun 就是以前看到、原始人有冲凉的吗？没有冲凉的，他们都不知道啊，有冲凉没冲凉更行。因为突然间发生森林大火，那些动物来不及逃跑，他们去看找食物，说：“哎，他们看到很香，嗅到，所以觉得哦，原来烧出来的东西更美味。”森林火灾哦，来，来三十题 ，berapakah bilangan orang yang boleh dimasuki mandi awam pada satu masa？ 哎呦，答案是千五个人。城是溪水，一片是死的。That's your problem。那我吃啊，你也可以吃到它的甜味。你们不会吃辣的。OK， 好好好，所以大家记得这第六课。OK， good。两，所以第六课这边有几个东西你们一定要懂的啦啊，一定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那些在我们的 Athens 里面，我做一个总结啊 ，before 我进另外一课。所以在尤达尼里面一定要知道，尤达尼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里面有很多的噶拉国道，我们也叫做什么东西？这个噶拉国道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很容易就记得我们国家的警察叫什么名字？Police， 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叫做 police， 像 Athens、Corinth、Olympia、Sparta 这些都叫做 police 啊。然后你们 police 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你们一定要知道啦哦。然后Acropolis 什么 ？Acropolis 是整个 police 里面最高的地方，然后那边有很多行政，有皇宫啊，而且大人物住的地方啊，就是 Acropolis。啊，然后我就讲到尤纳尼的行政系统，这一个这五个你们一定要会啊。Monarchy 就是有什么有王的，然后 Oligarchy 就是当时我们讲 Monarchy 是有 Consul 帮这一个王在做工嘛，我们讲像个顾问这样，然后慢慢的这些顾问哦，他权力比王还要大了，他们就take over 整个行政，就 Oligarchy 变成什么？aristocracy 就变成贵族啊，那些贵族们，然后这些贵族、哦、他们就很有很多权力了，然后他们很有钱，所以他们就管制那个地方，然后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很残暴的，叫做 tyranny。很常出的是什么题目呢？很常出的问题就是 tyranny、monarchy 跟 democracy， 在这个 part 里面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很常就是问 tyranny， tyranny 就是很暴、残暴的王。Okay， 你要知道了吧，很多 focus model 在这几个 democracy 呢就是比较民主了，所以慢慢的人民就觉得哇，残暴的君主是很不好的嘛，他慢慢的改革，慢慢的改革进步变成了民主政治。 OK， 然后在这边你要记得他在 Athens 里面哦，他的 democracy 的名称叫什么？ democracy 朗诵，直接的。OK， 也就是说所有的 Athens 的民众可以直接参与在任何的这个辩论跟讨论来决定国家的未来，这个一定要知道。 OK， 然后还有一个人很出名的，就是这个 Perigos。 OK， 他很注重什么？给予人民权力去巩固这个民主政治， Kuasa Rakyat Memandatkan Sistem Demokrasi， 这个一定要懂在这边啊，这些派。然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人啊，这个包很多东西要记啊，就是 Dewan Perhimpunan 有这三个啊badan Majlis Menteri dan Juri。哦，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啊，你们就一定要去看的，是我之前讲过的。然后就到 Sparta 在这边你一定要记得，就是 Monarchy 什么 Monarchy Terhad， 在 Sparta 里面要记的字就是 Monarchy Terhad， 什么意思？也就是有两个王啦。然后谁能确保这两个王不会有滥权呢？叫做哪一次考试？叫什么名字？那个人 Ephors。OK， 是 Ephors。OK，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就是讲这个，他们都是哥登德拉安的咯。啊，然后他们小孩子几多岁就要去军营里面训练了的啦。可以的，那个可以的，不可以。没有人讲不，当时哦，不会有人讲不要的。他们都很，他们被 train 啊，成为很忠心的一个人民。被洗脑了。他们的脑已经被洗了，就好像那个南韩，你知道吗？一个是北韩跟南韩吗？给我们讲北韩啊，灌输怎么样对他们的那个国家领导忠心，然后他们国家没有像我们 handphone 的嘛，他们没有 handphone， 你说他们国家没有 internet 的，他们人民没有上网的，然后他们的国家也没有电视，有电视，电视全部唱国歌、爱国的那种。这种节目，所以他们从小就灌输他们那种爱国精神，对他们的王忠心。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讲 no 的，全部哇送孩子去，送孩子去，死掉，他们觉得很光荣，他们孩子为了国家而牺牲，他们不会伤心。OK， 然后打麻的 room 就是刚刚讲一个东西，你要记得就是什么东西 ，hex。Pax 什么 Romana， 这个我讲要记得啊，也就是两百年的，忘记了，两百年的和平 Pax Romana， 一定恐凤给会有出的。OK， 然后 Rome 有分成三个不同的那个社会阶层，最高的是谁 ？Patrician， 然后到 Plebeian， 然后到最低层永远都是 Hamba， 努力啦，哎，懂这个懂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什么东西啊？建筑构造，对不对？建筑构造第一题，这个一定要去给我背起来。Factor Kemajuan Seni Bina Rom， 为什么 Rom 的那个建筑构造，这建筑业啊这么出名，这么发达？这个 A 到 F 要去记。然后就每一个建筑的功能，那有 Colosseum 是看什么？它的风势一定要记咯。啊，然后我来叫 Vespian， 然后 Pantheon。做什么的？可以说是拜神的地方啊。然后到什么 ？Amphitheater 跟 Colosseum 是一样的，它只是比较小型罢了啦。OK， 然后 Aqueduct 的功能是什么？供应水的，有讲到水的就是啊。然后 Temple Pertahanan 城墙最简单的咯，保护什么？保护安全的。然后到什么东西？还有一个东西叫 Temple Hadrian， 那这个东西要记到啊 ，Temple Hadrian。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道路很少很少，真的很少会出的。没有看到，几乎没有。那你知道老师神经病啊，出这个给你呢，所以这个要懂喽。它的缝隙是什么？哎，然后啊，那就等爸妈呢。那个人，那个王叫什么名字啊？卡拉，然后这一句话你要知道了，为什么他们喜欢冲凉？因为是什么象征？文明象征，就是这样。这个是游泳池来的，这是泳池，这是有一个饭，有赞呀这个东西，你去 Rome 好像有特别的澡堂，还可以帮你刷杯的，你可以去 try。OK， 然后好，什么东西？要给钱的，他有穿他们的衣服的，包着一个沙龙江的 ，OK。Alright， 所以我这边剩下一分钟来，大家等一下哈、哦，我们倒回来的时候，我要进第七课，就是我的达马伦印尼啊，印度跟达马伦奇呢。Yeah. 我这边我还没有点，有没有？上这个。OK， 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去我们的七课，影响到别人。
All right. See you later, Jupiter Nandi. 因为班上同学还没拿到的，张好看写们，那你那首？张好看。张好看。好，哎呀！第七个啊，等下我们准备啊。